这个。嗯，然后就想去亲他，因为这个是幻想的了。没关系，这是他，就是很甜蜜的两个人幻想的。刚想去，好好捧脸。一捧脸，准备去亲。然后也接受了，慢慢闭上眼睛准备接受这个，然后那边，哇，你笑起来好猥琐啊，然后就就直接切到外面去了，那个就一点没关系。